喂，妈。啊，我身体好多了。我挺想回来的，不过想想，还是留在这好好复习吧。嗯，你和爸也好好照顾身体啊。今年我们一家都健健康康的。过年不回家了？啊，我想好好准备考试。考试嘛，回家准备也一样啊。哎，路太远，来来回回需要好几天。爸妈也说考试挺重要。其实我也是长大之后才明白的。有时候爸妈说不用回去了，但心里比谁都想看到你。还是回去吧，人越长大，离家越远，陪伴他们的时间就越少了。人生是一场远行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时刻记得我们还有远方的顾盼。爸，妈，儿子回来了，累了吧？快洗手吃饭。洗手，谢谢妈。你的健康和陪伴，才是家人最大的期盼。新年快乐！